好 ，HK 基于2019年度赛季啊，第七分站，而家讲咗起步先，呢个系八十支 final 二。噔一声 ，Morris 扯咗少少着数啊！咁因为我哋睇到头先讲漏咗，唔好意思啊。HK 基于2019年度赛季第七分站啊，11月10日今日系，睇下佢哋呢一组嘅 final 二嘅成绩先。头先第一节好着啊 ，Davis。Davis 就投車噃，睇下呢節點樣殺翻上嚟先。今日我哋玩107啊，即係 best lap 乘107% 之後入到圍嗰啲先可以玩倒坡。咁得10架車得啫，今日都係。尋日就9架，今日好1架啦，20几架車裏邊。咁而家成組車一串大龍喺曬度啊！翻嚟先講。翻嚟先講啊 ，Gary 方好似殺咗上嚟啊！有冇睇錯？係啊係啊，幫幫手啊！我哋啲推車後邊啲小助手。Gary 方頭先都跑第3喎，好似要睇翻成績表先。Gary 方有架車 spin 咗，所有車避唔避得開？危險危險。Gary 方第6啊。唔係呢個係 time trial， 要睇翻佢我想睇佢 final 一成績。不過好似下面先有。嗱，而家 Gary 方頭車 ，Davis 2車 ，Patrick 啊，租仔定 Patrick 3、4車，係啊，仲有 Morris B 啊 Kevin 仔喺度 ，Kevin 仔頭先又壞車啦，所以佢再殺上去咧就作用不大。不過又上得一名得一名啊，鬥緊聯賽唔好鬼理噶啦，講真。哇！好曬今日，好好天。尋日就涼啲啊，今日熱啦，今日。我阿爸見到17度。咁大鑊？點搞？嗱 ，Davis， 阿 Davis 咧，好快會阿 Leo 喺度啊。Leo 喺度啊。阿 Davis 就準備挑戰 Gary 方，哇！好睇喎。租仔喺後邊熱暴熱吹，阿 Morris 啱啱跌咗一格，再殺上去。後少少有阿 Vivian 過嚟啊，認唔到住啊！嗱，而家佢兩個有16圈鬥緊，其實咧，我諗 Gary 未必守到 Davis 啊 ，Davis 上得好快啊啲技術，可能跟住阿 Oscar 師兄啊，經常問佢嘢，有出外鬥車始終會有進步。哇！啲6789 Gary 方，我諗而家目標要追跟住阿 Davis 先，唔好俾佢拋離啦。輪車速好似～差不多不相伯仲啊！就睇下啲彎路發揮，我見阿 Gary 行得闊咗少少啊，有啲彎路，架車未必咬得住個內檔，咁變咗阿 Davis 做到就會好少少，一釘住行先得。第一唔好俾佢拋離，仲有10几圈鬥，講真，俾佢拋離好慘啊！都後邊租仔殺下殺下就黐埋啲啦。誒啱啱阿 Davis 就拋開少少啦。四車邊個嚟㗎？四車係咪喎？四車啊！都唔係做嘅。幫我十位，睇下啲車號咧，係咯。啊，咪小琪啊，睇下咪阿 Hanson 爸爸先 ，Hanson 下邊都幾緊張，我見佢。Davis 啦。Davis 2車 ，Gary 放3車，做4車。Patrick 號。Patrick 號係。賺緊全年嘅呢班再嚟，再嚟 Kevin 就13-2啦，知邊個咧？13-2 係 Sango。哦 ，Sango 嘅爸爸喎 ，Morris 又跌咗落去第7位。方便可唔可以俾副眼鏡我啊？唔該你，係啦，因為好曬，我要戴副超先，曬得太曬啦，要戴副眼鏡，西斜啦開始。43嗱，你見到 D 二即係爹哋組嘅，其實佢哋另外自己有一組杯隻抽嘅，佢哋爸爸組。43人換咗車成身。係啊，望下鏡頭啊，上面啦，我係 Eddie 哥哥 ，Eddie 哥哥，攝影師。係啦，唔知喺邊度啊？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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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咁啊，小琪喺邊啊？幫我睇下小琪幾多部車？小琪，小琪41。幫我望下喺邊？小琪手車都 OK 噶。咁啊 ，Hanson 喺佢隔離放住咁耐，係咪先 ？Hanson 喺度。Hanson 教啊小琪啊嘛，而家調翻轉啦，呢堆車教翻爸爸好勁啊！呢啲。41。嗱 ，Patrick 殺下嗱，阿鐘仔架車爭啲啲啊，發揮架車咁啊 ，Patrick 過完之後咧，架車落到開始腳軟添啊。嗱，開始有慢車，開始有慢車，睇下 Davis 再加阿 Gary 睇會點。尋日一隻
嗰架慢車就影響咗個冠軍。睇下今日會咩狀況 ，Patrick 越追越近，越追越近，不過都仲有遠距離啊。阿 Gary 方都唔係流噶嘛，大家知道係咪先？係流流地啫，但係唔係好流噶嘛。咁啊 ，Patrick 一定殺緊上去，要花一段時間，再先至挑戰到啊。我幫我睇，喂，幫我睇唔到 Patrick 頭先跑第幾啊？有冇？好似三四車。三四車。冇啊，小琪換咗車啊。好似係，即係話咧，佢殺上去咧，佢過埋阿 Davis 都作用不大。小琪換咗車啊！你問我 Davis， 因為佢最多跌一格啦，假設好理想地，但係仍然應該會攞到呢組嘅冠軍，暫時計落。不過咁早計數冇意思啊，仲有成十一圈。因為我阿爸喎。係咩？係啊，43。阿 Leo 正啊！啊唔係喎，阿 Cliff 係咪啊？都亂咗。咦啊！咦，我冇睇錯啊！頭車係咪冧咗啊？好似啫。阿 Davis 去邊啊 ？Davis 係咪壞車啊？幫我望一望。Davis 睇到。係喎係喎 ，Davis 邊度喎？咁就有氣睇啦！咁就有氣睇，喂！即刻幫我個隔離問下姐姐咧，你話我想要80cc 嘅決賽一成績，個隔離問80cc A 組決賽一有冇？係啦。嗱，而家睇緊現場嗰度。我想問你啊。哦，係咩啊？咁算啦，你。呢個阿爸有車。你阿爸？有車 spin 咗係咪啊 ？Sango 嚟嘅呢個。嗱，而家睇翻現場情況先。嗱 ，Gary 方喺呢度 ，Patrick 跟住佢係啊 ，Davis 就。唔係 Gary 方，我阿爸。唔係啊，講 Gary 方好快啊，一頭車啊。spin 咗個啊。哦，冇講 spin 啦，講頭車啊。Patrick 比較慢車，撩一撩過到。哇，而家 Patrick 對啊 Gary 方呢段應該咧，你問我咧 ，Patrick 殺上去問題不大，因為佢由後面殺上嚟，一路撲到上嚟。個勢啦，個術啦，個心態啦。嘗試擺一啲錯線，睇下撩下 Gary， 兩架並駕齊驅過咗一架慢車先。Gary 帶住阿 Patrick 好入呢只彎，但係我覺得阿 Patrick 計緊數噶啦，仲有九圈，睇下諗下幾時過，邊度過，點樣過嘅啫。咁啊，睇翻 Patrick。好啦，而家翻返嚟啦。嘗試抽內檔 ，Gary 見到眼見。開始夾埋去內檔，應該守唔到啦，冇辦法啦。預約阿 Patrick， 冇噶啦，你問阿 Patrick 過到就順利噶啦，咁就計數啦。因為 Davis 跌咗個第五，即係頭先個第一、第五就會係五分。咁啊 ，Patrick 呢場零分嘅話，頭先應該冇第五嘅，咁啊 Patrick 冠軍喎。如果咁樣齋計啊，咁啊要睇下阿 Davis 點樣調節翻個心態喺呢八圈裏邊追翻一位得一位，最後好影響嘅。不過發生同分的話，這場的冠軍是有優勢的，那就要看了，亦看有沒有機會發生昨天同分冠軍，就看是 Final 2的成績較佳計算。那我給這裡有兩個 Happy 組啦。嗱 Gary 方在這裡， Patrick， 哎呀又過翻喎，驚方幾時過啊？真係掛住講我都唔記得望添。有啲火花喎，31、30號呢兩架，影住佢兩架先。咁啊 ，Davis 咧要花，哇，都花半身嘅精力先追到上翻去啊！真係慘啊！真係唔知咩事啦。咁唔係 spin 就俾慢車撞噶啦，俾人懟咗，俾佢遮咗噶啦。哇 ！Patrick 加個5、5、5、4、5啊！咁咧睇翻呢度先，Patrick 對阿 Gary 方仍然鬥到你死我活啊！佢哋呢度應該係爭緊頭車喎，真係。不過我唔記得頭先佢哋跑咩成績。
但呢一場嘅零分係好關鍵嘅，呢一場嘅零分，因為有第一有優勢。二來你個死對頭攞兩分啊嘛，變咗呢下緊要啊嘛，仍然砌緊嘅兩架，上台就一定上架啦，呢兩個睇下邊個上嘅啫，上最高位置。翻嚟見五圈牌，哦，波勾咗。好 ，Gary 就跌翻落去喎，兩個咁得意，換嚟換去兩個。咁而家前面有架慢車阿 Leo 啊。佢哋落去兩個啦。Brandon 就喺度。哇！睇佢兩個睇到攰攰地啊，真係不停互相換位。仲有大幾招。嗱 ，Gary 佢未放棄嘅，不過咧就比較呢度隔開咗 ，Patrick 就走甩咗噶啦。我 Dennis 啊，放佢出去先。佢哋兩個借牌翻嚟，見到四圈牌有藍旗出現。咦，阿 David 上翻嚟喎，嘗試抽租仔，租仔想揸埋啲，揸唔到啊！已經有一下動作去 defense 噶啦，但係阿 David 呢一下咧做得好一個，去到最後嗰牌攞先要攞個最高轉衝入去個尾彎度，阿租仔都守唔到，好嘢啊呢下。好，有啲攰，即係講到。仲有啲 HKK 要講啊！阿 Gary 仍然係冇俾 Patrick 拉開嘅，仍然 keep 住大概一秒左右啦。咁追呢一秒係好難嘅，其實因為要叫 Patrick 犯錯咧，唔係咁易等到啊。印象中 Patrick 都係一個好少犯錯車手去到度啊，真係好少啊，就好穩定，好穩定。Gary 反而自己有時可能慢車啊嗰度會做得唔好，但係 Patrick 好穩定，計數嘅數先過重動作嘅。阿 Gary 眼見仲有三圈追啊，定四圈啊？下面主旗台幾多號牌啊？仲有幾多？三，即係話仲有三圈跑翻嚟見兩圈。Gary 要追就狂追，呢個應該係影響到冠亞軍啊，係影響到冠亞軍嘅。哎呀 ，Kevin 仔又玩唔曬啊！哎呀，見 Gary 架車。冇乜動力去追添三啦 ，Gary 頭先第三，依次第二，所以假設係第五分完成嘅話咧，咁啊要計一計 Patrick 啦，呢場零分，如果 Patrick 都第四、第五，咁如果呢場如果係咁咧，五零就會 Patrick 贏啦，亦都要再埋計埋其他，不過就應該係佢兩個主力。哎呀 ，Gary 個車越追真係冇計，冇啦。你問我翻嚟見，而家見到兩圈牌，我而家 Gary 咧諗嘅嘢好簡單，可能。快啲完咗佢，立個第二都好，都曬。你問我啊？因為而家再跑落去，對於佢嚟講未必一件好事啊！以佢架車咁嘅狀況。咁啊 ，Patrick 冇乜嘢啦，向前跑啊，唔好理啦，一入去四方一掉入去，好靚，好精準啊！Gary 反而俾啲阿慢車阻住啊！過埋慢車，翻嚟見 last lap 牌，開始舉藍旗，係咪 last lap 牌咗啦 ？last lap 啊，係啊。哦，咁啊 ，Gary 應該問啲阿 Davis 好似再炒多次喎，係咪啊？其實本身都咁厚咧。剛才沒那麼厚的印象中我應該不是的跟阿租仔練緊咦不是喔 Davis 三車來的喔 Davis 不是三車咦那 Davis 三車都可能是冠軍喔零三喔 Patrick 剛才跑了幾個印象 Patrick 沒有張分子在這裡喔第一喔 sorry 沒有張分子在這裡是嗎 Patrick 要看回先喔
跟住好似第四，如果第四四零咁，我仍然係 Davis 喎。咁我冇理先啦，點埋呢場，點埋 game 啊衝線先啦。頭先喺邊啊？頭先衝線噶啦，阿 Patrick 三十號車喺尾彎噶啦，尾三連彎噶啦。咁阿 Gary Fong 就擋得比較後少少啦。好 ，Patrick Ho 出直路，順利安全冇問題，技術表現啊，頭車衝線 Final 二啊，跟住再數 Gary Fong。跟住就再數阿 Davis 啊 ，Davis 攞呢個位置咧，如果租仔做唔到嘢咧，就幫唔到佢隊友補一補只冠軍，應該問啲鬥到呢度。啲啊，好似 Davis 仍然係冠軍啊！如果冇記錯，依啲要留三計。好，我哋八十 CC 順利，而家再問你，好順利完成，我哋等陣再睇啲推出機，再見。